你好，来面试。哎，什么学历呀？研究生。呀，可以呀、啊。那个工作经验呢？5年了。哎呀，行了，你明天就来上班就行了哈。等会儿，姑娘是这样的哈，咱们家呢招聘的是销售，那么对这个情商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看我的身材怎么样？胖吗？肥老板，出去，永不录取。什么呀这是？六月飘雪，比窦娥还冤呀！是什么意思？老板，你看人家，人家是个福建姑娘。啊，那他的意思是、这以后公司一个人，他说的是回老板。